读斯文将难。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首档经典文本围读节目《斯文江南》第二季。那本期的《斯文江南》呢，将会来到江西的九江。我们请到了很美，然后空气好，阳光好，这是给我的感觉。江南对我来说是，首先是家乡，长江以南，从小就是在那儿长大，每到春天这个季节的时候，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江南的春天给我印象最深，江南的家的感觉给我印象最深。江南还有一个遗憾，对我来说，就是一到了最好的季节，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候，江南各地都进入了春天。那时候你总觉得，这我也想去，那儿我想去。我说这春天怎么就不能慢慢的过呢？轮着来呗，这个这几天，那个那几天，然后把这个岁月把它掰匀了，掰碎了，然后我每天去享用它有多好。春天过得太快，它就因为短，所以才可贵嘛。对，这个物以稀为贵嘛，是吧？对对对。这个于中美，如果让你来说一说这个江南，你会怎么说？就是因为我很早就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就美女很多，就古代我听说是什么西施啊、赵飞燕啊，这些都是江南美女，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在江南待久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了西施那样的美女？可以，真的可以。你现在已经是像西施一样的美女，西域美女。西域美女。我想问一下立波老师一个问题，通常我们说到这个江南啊，基本上这个泛指这个长三角地区。对对 对, 对。那九江这个地方，能不能纳入江南的这个文化范畴之内？那必须的。这个我们说江南啊，中国人啊，原来是指一个叫自然地理概念，后来渐渐形成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我们在汉乐府的时候，你看就讲到江南可采莲，啊，莲叶何田田嘛。那个时候的江南就泛指所有的长江以南都可以算是江南。到了这个唐代，唐太宗的时候，你知道设全天下为十道，有很多都叫南，岭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就有一个江南道。从江西往下都属于江南道，但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后来这个因为唐代的气候变暖，经济中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这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公元733年，然后把江南切成两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就是现在的长三角，我们常说的江苏啊、上海啊、浙江啊，包括安徽的一大部分。江南西道主要就是指江西，所以江西是保留了唐代江南西道的行政区域名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我们常说什么江左梅廊，就是在我们的长三角这一带。我们看地图，我们觉得
啊，长三角这边应该是叫长江右边，然后它为什么叫江左呢？它的视角是和我们反过来的，它以这个紫微星云为星天中，对吧？那对应的就是这个故宫，它以这个视角看，那么长江的左边江左梅廊，而江西呢就叫江右，江右之地，啊，所以江西是标准的江南。哎，我们这个理解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江南。说完了这个江南，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斯文啊。我们今天讲九江，九江呢历来被称为是一个斯文之地。有人开玩笑呢说这个九江这个城市啊是课本里的这个城市，因为据大家统计啊，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这个语文课本，九江出现了28次啊，有描写九江的，也有写于九江的。那小丹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历代文人对于九江，是如此的情有独钟？啊，我想九江这个地方它很特殊，它受到了这个大山和这个大江二者的滋养。那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传统中间，一直有一个观念叫做江山之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那个汤显祖的《牡丹亭》，玉明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德江山柱。那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觉得好激动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江南人，觉得说大概是钟灵毓秀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江南就是会出很多的有才华的人，受到很多文学的滋养。那九江恰好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不是一个都城，但是它在我们古代的这种迁者的路上，很多人都会经过九江。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陶渊明啊，岳飞啊，白居易啊，其实他们都有双重的，一方面政治上的不得意，另外一方面受到这种地域山川的滋养，所以二者结合起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文学创作的环境。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演读人呢，也是分别对应演读几位江州名人，究竟是哪几位江州名人呢？答案就在眼前的书匣之中，请各位打开书匣，亮出名次。岳飞，字鹏举，江西制治使。岳飞，南宋抗金名将，文才同样卓越，遗著后人即为《岳武穆集》，曾镇守江州，母亲被刺葬在庐山。陶渊明，字元亮，荥阳柴桑人。陶渊明，东晋诗人，词赋家，田园诗派之鼻祖，曾五度出仕，终辞官回乡，归隐于九江庐山脚下。我这位是白居易，字乐天，江州司马。白居易，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主要倡导者，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北贬江州，任司马，提出中隐理念。我们首先来围读陶渊明的名篇。陶渊明呢是地道的江西人，他和他的家人呢一直居住在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他流传至今的诗文呢大多都是在九江所作的，所以斯文江南的九江站，陶渊明自然是位列第一。岳鹏，你这次要演读陶渊明的哪些作品？你别乐呀，你笑什么呀？我真的很惭愧，就接到这样的角色，这样的任务，我这次带来的是《归去来兮》，择子，归园田居。我知道小丹老师对陶渊明也是非常喜爱的，你有一个书的书名叫做《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啊，我特别想问你，你来之前有没有想到过岳云鹏来演陶渊明啊？不用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喝茶吧，喝茶吧，成吗？很多的对于陶渊明的传播，注意了陶渊明身上的那种通透飘逸哲学性的那一面，
但是陶渊明还有作为他人格基础的那部分，就是他作为一个农人的那一面，他饿过肚子，他种过地，他的非常质朴的那一面。那可能我们今天桌上坐的所有这些人中间，还是可能岳云鹏对于这种的感受更加的了解。谢谢理解，谢谢理解。好，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聆听陶渊明的成名之心。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白发披两鬓，肌肤不复时。虽有五男儿，总不好执笔。阿叔一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轩行志学，而不爱文术。庸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岳云鹏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呢，对陶渊明啊进行了自己的这个解读啊。我特别想知道你心中的陶渊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给你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当我接到这个角色的之后，我就开始查他，只有一些文字，我从这些文字我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很酷的人。嗯，怎么个酷法？他经常辞职，经常辞职，而且他喜欢田园，他喜欢种地，啊，而且他，比如说他教育孩子的方式，他那几个孩子并不像他一样，就是那么爱学习，那么喜欢文学，但是他写下来了，就是择子。对，你看他说他那孩子二十八一十六了，就每天都很懒，还有一个孩子。都13岁了，他只认识那个6和7，还有一个孩子就每天寻找这个梨和栗子，他能写下来，他不怕别人看，嗯，我觉得他教育理念跟我们反正就不太一样。岳云鹏，你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什么？我首先我是想让他快乐，因为我小时候就没有那么的快乐，因为家里比较穷。我父亲是卖馒头，他就一直灌输我，你长大以后一定得跟我卖馒头，是吗？对，一定得卖馒头。我说我不，打心眼里，从小我就开始做这种心理挣扎。我结婚之后，我就跟我媳妇说，我们现在有孩子，我们首先要让他开心，然后学习方面我没有资格去教他，因为我学历就不高，他现在三四年级的题我已经不会了，我已经辅导不了了。我是会让孩子教我，我不会的时候，哎，我说你这题怎么答的？我说你教爸爸，他会特别耐心的。哎，这是个好方法。他也是真的在教我，我也是真的在学。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互动，这叫费曼学习法，最好。是的，你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高。没错，对，没错。尽管你已经没有办法辅导孩子，会不会坐在旁边陪伴？其实陪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是，我会陪伴。我们老大现在已经12岁，他相对比较成熟一些。嗯，他不想就是出门告给我丢人，但老二不一样，老二很聪明，他会撒娇。怎么讲？比如说他现在练那个大提琴，他就是不练，我就生气嘛，假装生气嘛。我一生气，他就会撒娇。啊，一撒娇，他那个词儿，我的妈哟，他就很正经，你知道吧？爸爸，你知道吗？你出门我有多想你，你知道吗？爸爸就过来。把我抱住了，戏那么足啊，太足了，他那个表演完全负分，但是你怎么办？戏过了，对，但是你还认，你知道吗？我太认了，我太爱了。他就吃这个，你知道吗？太爱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将来有一天，你肯定会到那个年龄，撒娇没有用的年龄。他说爸爸你在，我就会用这个方法。我说管用吗？他说管用啊。我说没办法。嗯。其实他读得好读不好不重要，一个班60个孩子，你个个都努力，总有一个最后一名吧，是吧？对呀、啊，是我们的孩子怎么了？啊，因为另外那59个孩子好吗？都好吗？你要看到别人的好，是吧？对呀、啊。中北，我想问一下这个，在你们家里头啊，这个父母的这个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可能比别的美国父母更在督促我学习。他们会让我去参加很多班啊什么的，比如说学舞蹈，学各种不同的文化，学中国的文化。我属于就是被他们启发的，让我很热爱学习的。学霸。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教育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小丹老师，这个从陶渊明的身上，我们能够在教育的领域啊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陶渊明的教育可以归纳成两个，一个是叫做真相教育，一个叫做整全教育。那陶渊明有一首诗讲他这个九月里面收稻子的，他就是说人生的目标是稻，但是人生的开端是衣食。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一个人他要去追求理想当然很好，可是你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间，有时候理想很遥远，但是呢你先要去承受那个生活的辛苦。陶渊明就绝不提倡说你跳过这个一步直接去追求理想。还有我说整全教育的这部分，陶渊明是把生死看作一个整体的。有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讲那个归园田居的第4首，就有一个学生要发言，他说老师，我觉得陶渊明他不是带孩子去旅游的，
他是带孩子去讲这个生死之理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徘徊秋垄间，依依昔人居啊，那个地方现在看起来是一片田垄，但是你仔细的看，这个地方以前有人住的。最后回到一个结论说啊，原来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都已经死了，我们以后也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陶渊明跟孩子讲生活的苦难，他不是在搞挫折教育，他是要让孩子们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基础上。父母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游览那些圣地，是这些诗词发生的地方，然后跟孩子一起去阅读古诗词，用身心体会到古诗词里的那种意境，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冒险。这个刚才岳云鹏说了，说这个陶渊明其实多次辞官，然后归隐这个农田啊，所以他这个人是不是一生都是在一个矛盾当中？我一开始听说云鹏演这个陶渊明啊，我以为是让你演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故事。陶渊明啊，他曾经五次出使，前面做这个江州祭酒，最后一次做彭泽县令。他才上任三个月之后呢，当时有一个督邮来检查工作，督邮是最早的特派员，但是呢他是郡守的特派员，他的工资是谁发的？不是朝廷发的，是郡守发给他的，所以他只能算吏，官和吏不一样的。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那是当官，当吏是屈辱的。可是呢吏有特权，他是特派员，所以官员见到这些吏呢，都会要低声下气，然后这些吏呢就飞扬跋扈啊。所以这个陶渊明看督邮要来，受不下这口气，不为五斗米折腰，所以辞去俸禄。这个俸禄对他来讲其实很重要，其实这个五斗米不是他的月薪，他只是日薪的一半。那他收入是不低的了。他收入其实在当时不低，当时这个五斗米呢大概多少呢？唐代江南这个成为粮食的重要产区，农民挑那个一担粮是十斗，十斗是120斤。可是这个120斤，我们通过考古发现，汉代的那个测量的食物大概一斤就只有250克左右啊，250克不到，少一半。对，少一半。所以五斗米啊大概相当于现在30斤左右。我们换算说货币，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大米2块1斤，五斗米60，对吧？一个月1800，然后还有一半发货币工资，一半呢发谷物工资，那么合起来他一个月工资大概3600，所以这个收入呢还是可以的。因为家里没钱了，他必须得出去做一个小官，可是做了官以后呢，看来跟这个官场上的那些风气那些人又合不来，然后又回归这个田园啊，拂衣归农田啊。刚才讲那个故事漏断一段精彩的地方，中国古代最早是实物俸禄，实物俸禄占主体，渐渐的货币工资才越来，到明清之后才渐渐占主体。我们看到桌上有10件实物，大家猜猜看这里头哪些在古代是可以做俸禄的，可以当工资领回去的。我们来看看，有10样东西啊，有酒、炭、布匹、地契、肉、茶叶、盐、杂役、禄米、银钱。地契应该不是当来发工资的吧？布肯定是可以。看谁选的多，看谁选的对，是吗？对，看谁选的准，看谁选的准。OK。最直接的那些盐应该算，盐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挺珍贵的，好像。那盐运使不得了。那你想想，这个林黛玉她爹就是江淮盐运使。杂役有可能也是。那个武松不是领了一个衙门给他派了一个，读书很细。我的答案有3个：米、盐、布。我看你盯了肉看了半天，最后没选。我觉得肉、米、盐、布。哪文？米、盐、肉。我个人认为布、炭、米、铜钱。我觉得是米、盐、肉、炭。米、盐、肉、炭。我觉得是米、炭，还有布。为啥大家都不要地契？
房子多贵啊，最值钱的都不要吗？对，李波老师都公布一下答案。严格说起来，答案是这些都可以当做工资法。哦，都是。玩呢，玩呢。其实那个铜钱它是货币，对吧？这个我们说货币的发展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当时的这个工资的制度，啊，我们古代叫俸禄嘛，啊，在这个西周的时候是国家不发工资的，为什么呢？世卿世禄制，啊，你有采邑，啊，春秋末期开始发工资了，俸禄制了，但是此前都是发实物工资的，主要是粮食。在这个《群书治要》里头记载，邓太后邓绥，他只是把这个半谷半钱制落到实处了，一半发货币工资，一半呢发谷物工资。当时的社会的这个包括赋税交税也主要是交的这个实物，所以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伟大，他把所有的实物这个赋税叫折合成一条鞭法，最后交银钱就行了，这个货币的功能一下子就放大出来了。但是古代没有这个货币功能的时候怎么办呢？交实物。那每个时代你知道朝廷这个发工资的时候应该看朝廷有什么啊，哎，所以我们都答对了，都答对了，都答对了。还有一个茶，茶到后来也非常珍贵，一珍贵也可以来发工资了。来来，大家喝口茶吧，来来。今天我们喝的这个是庐山云雾茶，庐山云雾茶呢是始于汉代，宋代呢被列为贡茶，它的特点呢是香气持久，醇厚味甘。品茶其实也是品水，水质的好坏呢直接影响茶汤的质量。冲泡云雾茶呢最好是使用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我们的百岁山就是采自地层数百米下岩石裂隙中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味道呢略微甘甜，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茶的色香味形，这与庐山云雾茶呢是最好的搭配。我们请各位老师品茶。不错，它泡出来的茶，茶叶的清香纯度以及茶汤的风格确实极佳。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陶渊明，他往往是跟一个词汇连在一起，就是归隐啊。那么现代人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呢越来越大，人们特别渴望啊拥有那样一种这个比较松弛的这种归隐的生活。我想先问一下乃文，一个演员其实这个演戏参加各种活动，其实就处在一个比较纷杂的这么一种氛围当中。对，心里有没有这种对于归隐的向往？这个时候好像就是正是我们正打拼的时候，就打拼的时候你想归隐吧，我觉得有点早。包括陶渊明，我觉得这也是他梦想中他的一个理想生活和世界。对，我就觉得就是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以退为进的这个心境和状态我目前还没达到。说到以退为进就得说恩泰，就是当年武林外传那么红火的时候，其他人都在这个趁着这个机会拼命地往前走的时候，他确实往后退了一下。对，你当时怎么想的？就是您说的那段时间，武林外传之后，然后减少了拍摄，也不去多工作，大部分是在学校里读书。那个时候呢，再加上这种山水田园的滋养，偶尔去看到一个美丽风景的地方，写写诗，想一想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感觉到了一种什么刺激呢？不能想是，哎，我要干到多少岁，我从那天开始我就退休了，我那天开始走出去看世界。我觉得要带着一颗年轻的心，真正在你年轻的时候去到那些该去到的地方。所以不是有一句诗是咋说的吗？要不仅要有眼前的什么来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必须唱出来。远方不单有诗和田野，眼前也会有诗和田野，不一定要去远方的。哎，我问一下这个岳云鹏，哎，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啊，这个功成身退了啊，我这个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归这个田园生活，将来有一天再回去是吗？啊，不。为什么呢？因为
你看很现在很多城里人啊，都想，哎呀，我将来有天我弄一个小院儿，我养点鸡，养点鸭，种点庄稼。就像陶渊明诗里写的那样，草盛豆苗稀，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小时候种过庄稼，比如说马上要收成的时候，刮了一场大风，那就完蛋了。那十几年我都经历过两三回。我姐明年要出嫁，我妈今年就会多种一季这个棉花，然后我们老家流行那个什么几铺几盖嘛，做被子，指着这个做嫁妆。对呀、啊，做嫁妆嘛，就会种很多棉花。你如果你种那么多棉花，突然间那年虫子很多，蚂蚱很多，就把你的棉花全吃了。你不光是父母心碎，姐姐也是心碎的呀。我三姐出嫁的时候，那被子很薄的。当然了，现在科技也发达了，什么肥料吧，什么浇水吧，都能够把那个庄稼养得好好的。但是，你终归还是会碰到什么什么天灾，什么什么虫子之类的，那个灭不了，灭不了。请教一下这个小丹老师啊，陶渊明真正的归隐生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不管是白居易啊、苏轼啊，他们其实看到的是陶渊明他承担了非常辛苦的这个归隐的代价之后，可是他依然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自由可以超脱，就是需要把这个两部分结合在一起，看到中间的张力，那个才是陶渊明让人羡慕的这个内容。我很喜欢陶渊明的一首诗啊，《雾深邃六月中遇火》，讲他们家着火的这个事情。我就能不能请云鹏读一下这首诗。草庐寄穷巷，干以辞华轩，正下长风急，林氏顿稍烦。一宅无以语，仿舟阴门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江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宵祝遥念，一盼周九天。这首诗是在戊申岁，就是晋安帝义熙四年，这个时候陶渊明44岁，那他归隐在家里面。可是这一年的夏天就着了一场大火，他们全家的房子和田地都被烧掉了，本来是个很惨的事情。可是陶渊明就看到田地上面那些人们已经放弃掉的那些果子啊、蔬菜啊，它已经长出来了，他就心中感慨万端。那我就承担我作为一个农人的这个命运生活，就像云鹏刚才说，你就是有可能某一年下了一场大雨，然后那个棉花就没有收成的，这个就是农人的命运，他就是踏踏实实的承受生活，一遍一遍的重新投入到这个生活中间。不管是白居易啊、苏轼啊，为什么大家在艰难中间特别喜欢陶渊明？不是说陶渊明给了他们一个逃避现实的机会，而是他们看到陶渊明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不管被打压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果菜始复生，自然可以这样，我们人也可以这样子，这个是陶渊明很好的东西。像这个诗里头提到的这个大火，我们家也经历过，而且不止一次。96年我们家盖房子呢。全推翻，需要住在邻居家。我三姐马上要嫁人了，每次都是我三姐，三姐的嫁妆都放在那个屋里头，然后我弟弟就在那儿找东西，然后点了一根蜡，找完东西他就走了，然后烧没了，所有东西都烧没了。哇，包括我三姐的嫁妆啊。对，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么说，我弟弟不太好，我弟弟特别懒，不爱干活。他比较悠闲，对，然后家里地里都很忙，绕世界溜达，就是不干活。然后邻居家呢，就是那个叫玉米杆啊，人家收完之后，就是一车一车的拉，人多了堆了很多，跟一座山似的。然后中间有棵树，我就追他，我说你必须得干活，我就不干。然后他就跑到那个树上。我说你下来，你要不下来，我一把火我烧了你，我就吓唬他嘛。他说我就不下，我那我就点，啪点着之后啊，风一刮，呼一下就起来了。
就起来了，我弟弟还当时吓坏了，嗯，幸亏啊他跑下来跑得快，嗯，然后我看见眼前一片大火的时候，我都懵了，我都傻了，我赶紧去跑了很远，端了两瓢水，那顶什么用？嗯，那顶什么用？烧了得有一下午，哎呦，嗯，被太危险了那一片，嗯，因为那个玉米杆吧是邻居家人家养牛，嗯，人家需要那些玉米杆。那怎么跟人交代呢？对呀，啊，我这辈子我第一次跪下跪就是给那个邻居大娘，然后人家说孩子你起来吧，这个你起来吧，我后来跪了很久我就起来了。起来我当时回家我妈也没理我，我很难过，也是为了教育弟弟嘛。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晚上我弟弟吃的特别香，我两天我都没吃饭，你知道吗？一口我都进不去。打那之后我就，你看我一聊到这些，我眼前就好像。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对，我现在就出虚汗。嗯，后来我进北京之后，我就没有学厨师，没敢学，因为我看见那个火苗子一起来，我就浑身不行，太痛苦了，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我完全没有这个心情啊，就看见果菜，史富生，我看不到。对，但是你说的，你刚才描述的就是陶渊明说的"正夏长风急"。就是你说你点一个火，然后一阵风它就烧起来了，然后林是顿烧反，情形是类似，完完全全一样，嗯，对。那么今天岳云鹏给我们展示的是陶渊明的非常质朴踏实的这一面啊。小当老师跟我们说一下，陶渊明还有哪一些面相其实是没有被大家展示的，发现的，或者说是被忽略的。在中国诗人里面，我还真的是最喜欢陶渊明。陶渊明这个人真的是太丰富了。我很喜欢讲叶嘉莹先生说的，他说陶渊明的人格两个特点，一个叫做认真，一个叫做顾穷。那这个认真是什么呢？就是你凭着你的内心的真实的冲动，真实的体验去生活。那么顾穷呢，就是固守困窘，你在困窘之中能够挨得下去，还能够在里面找到这个生活的乐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标准特别高，因为自古才子是比较容易认真，但是才子不能顾穷。嗯，腐儒呢能够顾穷，但是腐儒不能够认真。但是陶渊明身上就是二者结合的这种活泼泼的生命。我们通常把陶渊明归为是田园诗的这个鼻祖。那在中国的这个诗词文化当中啊，田园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陶渊明的这个创作对后世的田园诗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提盛唐，边塞诗派是先锋，真正的核心是山水田园诗派，它营建了后来中国诗歌美学的审美的内涵。然后这个田园诗派呢，就是陶渊明开创。为什么欧阳修说整个近代无文章，只有陶渊明这一篇文章？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啊，他有两个逻辑，现实的逻辑呢，大家都在往上爬，但是精神的逻辑呢，原来儒家的价值观崩塌了，谁都守不住，所以都是徒具其表。像谢灵运呢，他向上走走不通，他就向左走向右走，就找到山林里去了，这一帮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陶渊明，向上走走不通，向左走向右走也走不通，他愿意放下身段向下回到泥土里，回到田园。所以他的现实逻辑是向下，可是他的精神逻辑是向上的。后来像李白，然后杜甫、白居易，到了苏东坡，甚至把他抬到叫这个陈留抱谢李杜之上，我们叫秦汉魏晋八百年第一人。那个是儒家价值观崩塌的时代，只有他一个庶族出身的陶渊明坚守儒家的根本价值观，所以这是他被后代无数的知识分子推崇的关键。嗯，我想呢，陶渊明的归来呢，让彭泽县少了一个平凡的县令，却也让中国的田园诗歌从此开宗立派。幸好世间有这么一个陶渊明，我们要感谢陶渊明，感谢各位的分享。
唐代诗人有不少人呢都是崇拜陶渊明的，白居易就是其中之一啊。下面我们将遇到第二章《达哉乐天》的主人公白居易。白居易呢可以说是唐代社会最会做官的诗人，一生官职最高的时候呢是太子少傅二品的官员，但是他的创作一点没有落下，一生创作了将近3500篇的诗文，尤其是一曲《长恨歌》呢，妇孺皆知。根据他的自述说呀，长安有歌妓，因为会唱诵《长恨歌》而身价大增。那么这样一个会做官、会作诗的白居易，怎么就贬到了江州，也就是九江啊？我们请李波老师。白居易啊，其实在当时最有名的还不是别的，是考神，你知道吗？嗯，他的考试特别厉害。对，他的这个叔叔白继康是宣州溧水县的县吏，就现在南京溧水的县长。白居易小的时候呢，就跟着他叔叔到这个宣州这个地方读书，以江南的贡生名额，然后到京城考试。一般人都说他和元稹是同科，参加吏部的全选，都过关了。然后再参加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啊，就是一场考试下来，他俩要写70多篇论文。他俩在准备制科考试的这个过程中，包括前面在秘书省一起，成为了特别好的兄弟。白居易很聪明，他考完了之后，把考试经验，他编了几本小册子，所以当时啊，考生都拿他的小册子，包括朝廷命题都拿他的小册子做，就是应考宝典。对，应考宝典，所以他是考神。他又从这个底层知识分子起来的。所以他一直用事之心很强烈。我们知道唐代这个时候两大弊病，宦官乱政，然后藩镇割据，平卢节度使，然后就派了杀手来杀这个武元衡和裴度，裴度侥幸躲过，宰相武元衡就被杀了。当时的白居易是任太子赞善大夫，他非常气愤，年轻人血气方刚，上书给这个宪宗皇帝，一定要追查此事。当时立刻谏官就说了，这是我们谏官系统的职权，你就越职了，然后就把他贬。当时朝廷议下来的结果是贬远州刺史，可是这个时候这个王涯就又上了一本说这个白居易母亲春天赏花的时候不小心落于井中，他母亲是这么死掉的，说这个过后他还写了落花诗，他写了新井诗，这叫大不孝这在古人来讲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但是后代学者考证，这两首诗其实都是写在他母亲去世之前的，但是声闻中呢，所以就是罪加一等，就贬到江州做司马。所以他贬到江州来后之后，成了白居易仕途上一个巨大的坎坷。当然了他的偶像陶渊明也在这儿，他哥哥白幼文又在附近做这个主簿，所以他得到一些宽慰，但是他的人生思想就开始变化了。他从一个非常激进的平民阶层知识分子出来的非常有锐气的知识分子，渐渐收敛自己的锐气，开始提出向陶渊明学习，写出中隐诗，他也要隐，对吧？他隐于吏，隐于官。恩泰这次要演读白居易的哪些篇目？爱喝酒的朋友们经常能听到“绿蚁新醅酒，红蚁小火炉”。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问刘十九》，他有一个朋友叫刘十九，这是他们在江州一起喝酒的时候写的诗。当然，还有一首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琵琶行》。我一想到九江，想到江州，首先会想到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我将会和于中美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按照陈寅恪老师的考证啊，琵琶女很有可能是一个外国人，是胡姬。那所以我觉得于中美她来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适合。小美有没有读过琵琶行？那现在是读了很多遍了。这次为了一起演绎，我是了解了很多，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聆听白居易的《达哉乐天》。绿蚁新
呸。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青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见观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中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脸容。且慢，姑娘何方人士？此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双人妇。夜深乌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此地经，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想问一下这个余文泰啊，你跟我们说说这个江州司马白居易都在那儿做了些什么。最重要的是让我感动的就是白居易的爱情故事。他有一个特别喜爱的恋人叫香菱，他们俩认识的时候白居易19岁，香菱15岁，这段感情放在心里25年，经常魂牵梦绕。就有这么巧，白居易来江州赴任的路上竟然在江湖上偶遇了这位女子，也把这些写到了他的诗里。白居易两篇伟大的作品《长恨歌》《琵琶行》，两首歌行体的伟大作品，其实现在来看可能和他的这个情感经历都有关系。他到这个陕西周至县做县尉的时候已经36岁了，他妈妈催他结婚怎么都不肯结婚。今天36也是大龄青年了，在古代就不得了了，为什么老不结婚呢？到了这个浔阳来做这个江州司马的时候，据他说他来任上又遇见了他的初恋情人，就香菱。香菱是谁呢？他父亲原来是做徐州别驾，但是徐州有战乱，所以就把家安在了宿州。他宿州呢有一个邻居家的女孩，这个女孩未必叫香菱，但是白居易的诗中香菱就是香水之神了，他就称她叫香菱。这个女孩是个平民家庭，但是白居易那她毕竟她父亲是官员，对吧，官二代，所以她母亲是坚决反对。所以这件事在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正好是她人生最坎坷的时候，居然又碰到了说香菱和她的父亲一路卖唱正好到了九江。这一下据说还约定了几年后在宿州老家重建，他几年后专门回宿州去找香菱，找不到了。所以人生最后一遇就是在江州这个地方见面。所以你看他到最后见琵琶女说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一句深沉的感慨一定要有自己深刻的生活体验。诗人啊都来自于生活的，他都是拿别人之酒杯叫心中之快垒啊。所以是用自己生活的经历养成了这两罐蜜。对对。小美我想问你一下啊，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怎么去理解白居易讲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可能从一个女性角度出发去看这个事情。之前我有看过一个视频，关于一个非常有名的模特，她说到了50-60岁的女人在这个社会会被忘记。所以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特别是看到琵琶女的这个地方，我感觉虽然她可能真实的岁数可能是30左右，但是可能那时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60岁吧，那她的那个感觉就相当于就是被遗忘了。
白居易他也觉得自己被遗忘了，然后可能就是终于也有点理解，哎，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女性被遗忘了的这种感觉。嗯，所以我觉得哦，你这个可能是经历了一些难处之后才能理解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角度。嗯，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或事业当中总会有一些低谷的时候，通常当人生进入到一个低谷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处置？哪位？好像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能经历，就是尤其我是刚毕业的时候，没事儿干，没有话剧演，也没有影视剧要拍，就是当时处在一个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质疑阶段，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我到底选择的对还是不对，会有自我怀疑。会的会的，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会碰到一个你不如意的剧本或者团队，但是还必须得拍，你还必须得拍的时候，真的是经常会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先问自己的初心，就是你到底爱不爱他，说白了是不是真爱。如果你爱他，那就去坚持，义无反顾的你就往前走。对，安泰呢？太多了太多了。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人生没有经历这些低谷，我们演不了那些角色。所以我面对低谷，我就接受它。低谷是不能说的，说出来的都不是低谷。我慢慢的和我的低谷为伴，将来我演出来的作品才是真实的，直击心灵的。我觉得还是诗词文化给了我这种宽慰。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稀，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当我遇到低谷的时候，我就去登临那些老前辈们登临过的老地方，去旅行，去看书。如果关在家里还不能出去，我就在房间里珍惜自己的精神世界。钟美，你跟我们说一下你最不顺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做。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那如果人不喜欢我怎么办，如果我做的不够精彩怎么办，然后就想着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就天天就想，我说那李白这么厉害，我们都在说他的东西，他也经历过这么难的时候，那我也应该 OK。 但要是没钱咋办？千金散去还不来，还不来接待。但是我相信如果李白能还得来，那我也可以吧。其实这个唐代诗人当中很多都是文学 CP 啊，所以李白、杜甫是吧？元白啊，元稹跟这个白居易啊，是最佳 CP。那么刚才这个我们读的《与元九书》对，然后在元稹，比如说他心灰意懒的时候，啊，白居易给他写下这个“士欲要少三日满，便才须待七年期”，鼓励他。其实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之间的这种友情，也是可圈可点。比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村啊，都是来自他们的这个唱和。想问一下这个立波老师，哎，我们通常讲文人相亲啊，对，同行相忌，为什么唐代的文学家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些非常紧密的关系？像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绅，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代表崭新的叫平民阶层知识分子的崛起。刘白呢？晚年唱和的诗特别多，多达啊，这个白居易有，140多首写给刘禹锡的，刘禹锡有100首左右写给白居易的，但是元白唱和的有多少？将近900首。然后这个刘禹锡的性格又比较这个放得开的，有一次和白居易一起游一个塔，啊，两个人上到塔上，没人关注他俩。这个刘禹锡啊，他的性格就是一定要惹人注意的。他就大喊，对对，要冒泡，对，冒就怪叫，引着四周人来看，啊，所以他这个性格其实和白居易是互补，可是元稹不一样。元稹他们俩年轻的时候，吏部全世宗依据在秘书省，然后两个人什么初恋的经历又很相似，他俩的很多的政治主张完全相似，包括诗歌的理解上也是，元稹和白居易是非常相似，但是两个人。心有灵犀到什么地步？所以有一次在《本事诗》里头记载，元稹到东川做监察御史，出差到四川，半路上走到汉中
古城凉州，啊，做了个梦，梦见白居易在长安城和他弟弟白行简，还有一个李十一郎，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健，他们一起在游曲江，然后慈恩寺游喝酒，他就写了一首诗寄给白居易。白居易那天真的和他弟弟白行简还有李健一起在慈恩寺里喝酒，白居易一声长叹，算算远酒现在应该走到了凉州了吧，他就在墙上写了一首诗，写完了之后就腾下来立刻寄给元稹，果然心有灵犀。所以刘白这对 CP 呢是互补型的，但是元白这对 CP 是真的千古知己，那是真爱，真爱，那是真爱。李波老师，我们这个经常说啊，大隐隐于市啊，但是白居易所这个推崇的是中隐的生活啊，怎么理解这个中隐？对，他就是因为到江州之后受陶渊明的影响写过一首中隐诗，题目就叫中隐。这个度很关键，就包括今天啊，年轻人遇到很多问题啊，中国文化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就孔子说的无过无不及，不要走极端，你要找到那个中间的缝隙。哎呦，太难了。庄子说一把刀上最大的空间在哪？是刀背吗？是刀面吗？不，叫游刃有余。一把刀上最大的空间在那个最狭窄的缝上，你要找到那个属于你的生命的缝隙，然后控制好那个度。放大的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放小的说，王阳明说心外无物，要找到自洽的空间，先学会与自我的生命和解。白居易在江州其实就是找到了与自我生命和解的方式。谢谢李波老师。今天的《思文江南》呢，我们一起围读了九江人陶渊明的《成名之心》，九江过客白居易的《达哉乐天》。下期我们将继续来围读《诗为兴生》和《京中名将》，打开更多思文经典。致敬飞奔的时代，聆听文学的乡音，让我们将围读传递，让围读呢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下期再见。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叹见远天寒。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感谢战略合作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